有小事，一日到翻转。安心保心茶提醒你收睇今日看点。黄金价格持续走高，深圳水会市场人气旺啊！连外省嚟深圳出差嘅女士拖着行李专门嚟一趟水坝睇金喎，价格系咪真系咁着数啊？嗱，广州珠江新城呢条隧道个扶手啊，真系夸张啦，扶栏缺失，甚至连蘑菇木耳都生埋出嚟，不冇人管理嘅咩？丢晒广州嘅架啦！校园周边零食巡查系列报道，关注主播调查发现，十条嘅辣平糖竟然含有53克糖，唔怪得而家周街都肥仔肥女啦。严重骨折以前一般都要开刀嘅，广州有医院啊推出新疗法啦，插入钢针就可以帮助快速愈合，咁神奇啊！民生无小事，今日多关注。欢迎各位收听收睇今日嘅今日关注节目。喺演播室陪住大家嘅啦，有郑达同威元熙。马上去片。嗱，如果呢个话题咧，就可能啱你讲啦。你中意穿金戴银啦，我想问一问，而家国际金价系咪升定跌啊？大家都知噶啦，嗱，国际金价啦，最近啦吓，较年初嘅时候啦，已经升咗30%啦，大哥。唔怪得啦，连国内嘅黄金金色零售价随之走高。嗱，譬如讲喺湖北呢啲省外嘅啲地方吓，周大福啊、周生生啊、六福珠宝啊呢啲咁嘅大品牌嘅金色价格突破了800元关口。所以啦，深圳水贝市场啦，呢度嘅金价啦，相对系平啲喎，大哥。哦、所以啦，星期日啊，市场客流啊，都几旺盛。听讲。星期日的上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市场，见到黄金珠宝市场入边人头涌涌。当日的金价是623元每克，对比其他地方，这里的金价明显平啲，所以顾客买金的热情比较高。江苏的夏小姐一早就拖住个箧过嚟水贝，她话俾记者知自己过嚟深圳出差，想嚟呢度睇下有冇合适的首饰。因为都反映说深圳水贝这边的黄金款式比较多，然后价格也比较适中，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佩戴作为饰品的话，价格的涨幅其实影响不会太大，毕竟不是作为投资用嘛。这家主要销售时尚金饰的店长告诉记者知，今年以来店内销售最高的金价是626元每克，近段时间以来价格总体呈现上涨趋势，而金价的持续上涨令到客人亦都更多持观望态度。消费者来买的话呢，基本是买那些小件的比较多，因为进价高，那他们很多都会以旧换新呢，就是把这些旧饰品拿过来回收，完了之后再放新的。那如果说之前进价就是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呢，他会直接买。为了应对市场需求，有黄金加工企业对工艺进行了调整，例如说将金饰整得更加轻薄一点。针对市场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同样的东西，我们会把克重做稍微轻一点点，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有专家分析指出，由于对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黄金作为传统的规避风险投资受到了广泛追捧，但市民亦都要理性投资，量力而行。广东台报道。大牌子的金色咧系超过800元每克嘅关口，而水贝呢度得个623元，啊，仲要唔包括嗰啲20-30元每克嗰啲加工费，啊，虽然系真系都几平，但系都唔至于争咁多啊，系嘛？今年初嘅金价500元都唔使，几个月时间贵咗成300多元，谂落真系有啲夸张啊！不过投资要理神啊，要理性啊。尤其不要盲目追高就是了。第二条，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就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就发布一个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
今日設立一個股票回購的增持再貸款，首期額度呢就是3000億元。到底這項政策是否真的利好呢？對國內的資本市場，特別是聽說近日的股市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沒有呢？聽下專家分析。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首期额度是3000亿元，年利率为1.75%，期限一年，可视情况展期。即日起，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即可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同主要股东发放相关贷款。对于符合要求的贷款，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的100%提供再贷款支持。有学者认为这项政策对于股市是利好消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是会对市场 有一个信心的一个提振的，就等于 是对自己公司有信心，你有信心你才会回购公司的股票。所以这个行动这个行为本身是有利于股市的那个提振的。有市場人士分析，對於企業來說，不高於 2.25% 的貸款年利率其實是很優惠的，體現了央行對推動資本市場穩定運行的支持力度。能夠借到款的公司，其實它的基本面都會是比較好的，亦都可以換角度嚟睇，就係、是、當進行投資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可以作為一種參考嘅標的咧，去進行選擇。因為太差嘅公司咧，相信亦都好難獲得呢個銀行嘅貸款去進行增持嘅。有多年炒股經驗嘅市民話：雖然利好政策，但係佢更加睇重嘅係整體嘅市場氛圍，會選擇合適嘅時機先至入手。他也会考虑回报嘛，回报够多他才会去说去那个买股票，肯定没影响。我是长期办的，我基本上很少动，10月8日高点的时候我都没有动。市场会进入一个剧烈的波动期，因为利好的消息呢其实是不断的，但是存在的分歧呢也很多。各位投资者呢，不要说因为一个好消息就是轻易去追高都是要看回公司的基本面。广东台记者黎允哲报道。感觉咧，身边好多人咧就开始讨论呢个股票，咁啊证明呢个市场咧都开始热起嚟嘅啦。我个人又唔识炒股吓，对股票真系盲痴盲嚟嘅。总之希望各位股民吓，听朝开始心想事成，赚到盆满钵满。好啦，咁啊再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咁啊早年咧国产嘅新能源车啱出嚟嗰阵咧，二手贬值非常之高啊！但系随住而家新能源车越嚟越多啊，呢只车咧喺二手市场嘅热度咧逐渐嘅升高，交易价格亦都有所升高啊！睇睇。在广州大道南的一间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一入门口就看到不少待售的新能源二手车。销售人员说，今年以来二手车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群体，好卖过燃油车。新能源车呢，就是来一台卖一台，所以说很多年轻人现在都会倾向于这个新能源车型，像理想啊、蔚来啊这些、小鹏这些比较热销，还有小米这些，因为可以上绿牌，是不是又不用购置税，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方便而且很智能。据报道，有广州二手车商在售的车型当中，新能源占比已经高达80%，甚至出现了专营车行。至于燃油车方面，目前占有率依然比较高，但在国产新车价格大战的冲击下，燃油二手车的行情是一年不如一年。奔驰 C 啊，奔驰 C 像2020年的去年都卖20多万，今年卖17-18万，你说相差个大几万块钱哦。你是还有合资车，像我们热门的一些思域啊、雅阁啊，以前回来一台可能一天就卖了，也可能几个钟就卖了。有时候像今年的话，摆几个月亏钱的要得卖。咩车都跌啊，冇得升的啦，升唔去。仲有好多我哋过年前炸啲车，全部蚀本卖嘅。十几万啦，有啲。哦，点解话会咁个市场？因为佢新车跌啊，新车跌，你二手车跟住跌噶啦，呢个正常噶。有商家为了促销，亦都开始尝试用短视频、网络直播的方式在线提车。
但是我们直播呢，就是第一线就可以让大家看视频，就可以说到我们有什么车。他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车型，我们都告诉他，看差不多就价格问题就成交。所以说也会比以前的传统车市来说，方便了很多。广东台报道，大家知道咧，正通路咧系我哋广州市白云区嘅一条重要嘅市政道路。之前咧因为下塘西路咧立交大桥咪要修嘅吓，咁啊正通路咧一度咧就封咗嘅。只有单向通行，搞到那里经常大塞车。有好消息，听日上午的6点开始，正通路是恢复双向通行了。来看看我们的记者陈永柯刚刚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我现在就在广州白云区的正通路，就是我身后这一条，我们可以见到这条路一共是有两条车道，现在车还不算特别多，也都没有出现塞车的情况。他们这两条路的车都是以北往南方向行驶的，到了前面的这个正通路和下塘西路的交界处，他们可以选择左转或者右转，分别从两个方向行入下塘西路。交界处中间还用红色水马将这两个方向分开，还有交警在这边指挥交通。如果是要从下塘西路开入正通路，就不可以从这边行了，是需要从后面的港元中路兜一圈才入到。但是从明天上午的6点开始，正通路单向通行就改为双向通行，如果要从这边过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其实附近的街坊应该都有印象，在几个月之前正通路都是双向通行的，这段时间它改为单行，有部分是因为隔离的下塘西立交拆除重建施工，就是我们现在镜头入面见到的这个工程导致下塘西路立交桥的南北向交通中断，施工区域的港元中路、白云大道南、下塘西路局部封闭。施工区域原本的北往南交通就需要经过白云大道南到港元中路掉头之后再经过正通路要行，所以在今年8月正通路的交通就调整为北往南单向通行。在10月15号起，下塘西路立交大修工程在实施到第二阶段的围蔽，对白云大道南东侧的辅道就是港元中路到和田路这一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结合交通运行情况和工程施工的安排，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就决定从明天，就是10月21号的上午6点开始，将正通路的北往南单向通行改成双向都可以通行。如果是有需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都可以提前留意一下这个交通变化，相应调整自己的行程。好咯，一天都光晒啦，一条路稍微松啲，影响周边啲路嘅吓。好，又同你讲下，今日咧有关有呢个广州天罗区啲街坊同我哋报料话，死咯，珠江新城八路嗰个人行隧道出入口啊，嗰啲木制扶手啊，损坏得严重啊，有啲地方居然腐烂、缺失、断裂，唔单止影响美观啊，仲存在安全隐患添啊！损坏到咁严重，咁管理方唔通冇发现嘅咩？成条木都生晒草菇噶咯，唉，睇睇。今日记者嚟到广州珠江新城八号人行隧道，喺 E 出入口，差唔多100米长嘅隧道两侧嘅墙体安装咗上下两排嘅木制扶手。记者发现不少扶手都已经发黑腐烂，用手轻轻一敲，木头就变成了木渣。不好看。用信号，那人家安全出行都受到影响，是吧？记者发现该人行道有三个出入口都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些扶手上面已经生出了菌类，而最令到街坊担心的是扶手缺损的位置只剩下金属扣件残留。他用那个胶纸包住，突然有一节就没了，就只剩下下面的那个金属的部分了。老人家要扶呢，如果是你如果晚上的话也很危险。在 A 区隧道出入口位置呢，同样存在扶手损坏的情况，像我身旁这根扶手呢已经是完全脱落，用于支撑扶手的金属物件呢还残留着一根螺丝钉，管理方呢没有做任何处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隧道执勤的保安说，管理方前期已经注意到扶手损坏的情况，并已经对 A 出入口完成了拆旧换新工作。你下了雨又太阳一猛一晒，很容易坏的，这个都要换掉了。
该隧道物业管理方负责人陈先生介绍，他们接手管养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发现扶手出现损坏情况之后，已经向上级主管单位进行了上报，更换的材质为不锈钢。做好了一个，给领导去验收一下，看看质量怎么样，后续我们再接着做。广东台报道。唉，你早知日晒雨淋嗰啲木会腐烂，加上我哋呢度习惯有得起就冇人管，系咪有爷生冇乸教嘅嘢？你早就要用不锈钢啦。珠江新城系我哋广州个门脸嚟噶嘛，人行道扶手腐烂损坏啊，生虫。连蘑菇都生埋出嚟，而家交易会期间啊，啲外国人嚟要影相都唔知几靓仔，边个管理公司管噶？唉，仲好意思话啊，我哋接手一年几咯，咁你唔维修，咁你都铲咗嗰啲蘑菇木耳翻嚟煲汤啊？人嚟人往，你真系贪好睇嘛？你呢种咁嘅管户啊，等于冇管，直情系丢广州啲格。好啦，继续嚟睇下校园周边零食巡查一个系列报道。嗱，袁希，你又中意食零食嘅？听讲琴日呢几日买咗好多俾你试过，点啊？冇错，而家大家都知道我中意食零食，我咁中意食零食啊！琴日食完啲咩辣条啊、辣平糖之后咧，呢啲低价零食咧，哇，嗰种心情好复杂，口感好复杂。即系好刺激，但系啊，你俾我食多次，我肯定唔食。嗱，今日我哋又派出另一位主播何浩鹏。咁啊，请教过医院嘅消化科啲医生，啊，直观咁帮各位展现下呢啲咁嘅低价食物当中糖同盐嘅含量。喂，有啲嘢真系唔讲唔知喎，一脚吓你一跳啊！睇睇低价零食里面嘅配料包含咗乜嘢？含糖量、含盐量又系几多呢？今日我哋嘅主播何浩鹏带咗一大包零食去到医院嗰度请教医生。曾主任，我估计你是不会买的。配料表里边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个麦芽糖浆、麦芽糖浆啊、还有白砂糖。哦。其他的就是食品添加剂了。哦。主要就是糖分、碳水化合物，含量是76.3%啊，这个含量是蛮高的了。我哋帮大家换算一下，我哋只不过喺呢大盒入边拎咗十盒出嚟做一个嘅换算。經過主任的換算，這裡有53克的糖，那53克的糖有多少呢？各位家長一起看看，哇，厲害，52.82，各位，53克的糖有多少呢？那麼大盎，曾主任，我们的小朋友每天吸入多少糖为之标准？而这个是不是已经超乎了他的应有的摄入量呢？摄入量的话，大概一天的话，大概应该不超过30克这样的。一日唔超过30克。哇！咁即是话佢食几条，佢食几条呢啲嘅辣平糖就已经超晒标噶啦喎。还要包括他其他的食品。对啊，他还要吃饭呢，什么那些糖分摄入。啊，跟住咧又要食下其他嘅飲品啊，嗰樣嘢，嗰啲糖分係嚴重超標。它這種超標了以後，它熱量呢會轉化成一些脂肪啊，脂肪，對全體內人就會肥胖，係肥妹，對。曾辉主任医师表示，糖分摄入过多不单止会造成肥胖，而且还容易养成对糖分的依赖，影响会变得更加深远。那辣条当中含盐量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这袋辣条大家都熟悉的了，它入面的成分表显示呢，辣是占2970毫克，经过换算呢大概是7.5克嘅鹽，咁7.5克嘅鹽有幾多咧？噔噔噔噔，呢度就7.5克嘅鹽，都足可以炒成鍋菜噶啦。一個成年人每日可以適量嘅吸納嘅鹽要幾多克咧？我們一般說的成年人呢，一般呢就是不超過6克。小朋友咧？小朋友一般就是11歲以下呢，就是盡量不要超過5克吧。長期的這種就是說。盐分的食物过多的话，它会引起我们这个
高血压，因为高血压本身的话，它会对各个脏器都会有影响。曾辉主任医师发现，这一类充斥在校园周边的低价零食，不少都添加了数量比较多的食品防腐剂、色素添加剂等等。虽然没有违反国标，但是过量摄入同样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因为对我们儿童来说呢，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就脏器的功能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善，所以说呢，他更容易损伤到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这种肝肾。遇到过一个病例，一个25岁的孩子，因为喜欢吃辣条，结果在他肠子里发现了一个大概2.5公分左右的一个息肉，那但最后把它切掉了，切掉以后是个良性的。那所以说呢，他这个跟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真的要打问号，因为25岁是绝对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医生提醒各位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啲同小朋友进行讨论，等细路仔了解多啲食物配料、食品添加剂可能会点样对身体产生影响。广东台记者莫家豪报道。所以大家也都感受到我们很用心地去做这个策划，也都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以提高意识，共同守护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对于严重骨折的治疗，西医往往都会选择开刀或做手术，加复位内固定的方法。而对于小朋友来讲，开刀有可能会损伤小朋友的骨骼，影响他后续的骨骼发展的。随着现在这个创伤骨科显微手术的发展，青少年儿童骨折的话，只需要通过一支针就可以复位固定。这么好的疗法，陈宇明跟你讲下。俊仔今年11岁，近日他在家和妹妹玩的时候不慎从楼梯上跌下来，左手手臂当场就动不了。他自己是走到第二级的了，那就滚下来了。我一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整个瞓在地下了。经急诊检查提示，俊仔是左髋骨髁上骨折。考虑到患者的年纪还比较小，骨骼还在生长发育，保守治疗容易畸形愈合，影响肘关节活动度和以后髋骨的发育。医生团队决定对患者实施黑氏针内固定术。我们是在一个结合了中西医的一个手法复位，首先在那个麻醉下进行了一个复位，复位之后呢，然后就给他用2颗黑氏针进行了一个微创的内固定，在术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内固定呢就比较牢靠，而且呢不影响肘关节的一个功能。术后第二日，俊仔就已经可以自如地活动手指和手腕，而根据最新的检查，他的骨折完全愈合，不需要二次手术，只需要在医院门诊将固定的钢针取出来就可以了。皮肤创口只得3毫米左右，4-5日到就出院了，他软都没什么吃过药，恢复得很快。我医生就叫他多点动，我回去会跟他做了。医生表示，骨科微创手术最大的优点就是创伤小、成本低，通过微小切口进入病灶，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令到患者术后恢复期大大缩短。骨折的类型不是特别复杂，它没有合并一些神经血管的一些损伤，那么在这种可以考虑在手法复位的基础上，能把它复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剖位置，或者是功能的一个复位达到比较好的要求的话，我们都可以采取经皮的这种科室生的一个类固定的方式。医生提醒，儿童生性活泼好动，而且骨骼发育还不够强壮，容易发生骨折，家长应该加强对小孩子的安全教育，在小孩子进行运动的时候戴上必要的头盔、护具等等。摔到四肢，那么他不愿意活动或者看到有明显的畸形，这时候呢，我们首先就可以做出一个预判，不要去过分的去触摸或者是移动他的这个患肢，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外固定，比如说利用身边看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什么树枝或者是那个硬的一些那个塑料板纸板可以把他的那个患肢再固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情况下。广东台记者陈宇明报道。
嗱，小区物业服务做得好唔好，相信啊业主系最有发言权嘅。嗱，最近广州市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草拟嘅《广州市物业小区物业服务情况业主评价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已经系正式公布咗啦。嗱，评价咧共系设置咗20项嘅内容，等业主为物管打分。而呢个打分唔系话走过场唔系冇用噶，对物管企业系具有管束作用。而家唔少小区电机越嚟越多，停放问题、火灾隐患成为业主们关注嘅焦点，亦都系令到物管头痛嘅问题。譬如话荔湾区嘅呢个小区，今年2月就因为电机乱停放喺架空层，引发过业主热议。物管喺多次征求全体业主意见之后，最终根据大多数意见，禁止电机入小区，集中停放喺小区出边嘅充电停放棚。都可以啊，都按规范来啊，都比较规范、啊、是吧？对对。会不会现在比以前会重视一些？是啊。是怎么样的？对，是比较重视啊。是比较重视。对。会有些什么样的体现吗？比如电梯里啊、门口啊、小区周围啊，都会有一些标识啊。现在电动车确实是太多了，周围都是大部分都是电动车，这个会考虑，为了服务水平，对对，这个会有一定的参考指标。今次征求意见稿就将电动自行车管理服务到位、电梯维护保养到位、运行正常等20项评价指标纳入到评分系统，单项最高分是5分，20项满分为100分。我觉得差不多，就比较全，还是比较全。内容呢，都是小区物业公司应该做到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吧。我是觉得物业公司还是说在基础的这种服务的基础上的话，能够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创新的一些服务。记者亦都根据征求意见稿中的评价表，随机邀请了10位街坊为自己的小区打分。从刚才随机测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家对于这个物业服务的评价平均分是可以达到80分左右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边的这个电梯维护运行保养，以及呢这个积极处理业主意见和投诉这两块内容的这个评价呢，普遍都是给到了一般或者呢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呢，说明这两块内容还是有这个比较大改进空间的。据了解，业主评价结果将会作为物业企业信用评价、物业小区物业服务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有助于政府部门实行差异化日常监管。对于业主评分低的物管公司，职能部门将会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加密现场督查频次。关键就是把问题提出来以后，就是物业管理后续管理能不能够提高，能够管理提升一个台阶，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说打分归打分，管理还是照常和以前一样，那就打分就没有意义了。根据征求意见稿，评价计划在明年开展，施行2年，1年一评价，并统一采用广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系统收集业主意见，以确保评价的客观公正。广东台记者谢平刚报道。好啦，最后一齐去到陕西黄龙县欣赏下秋日美景啊！好啦，咁啊，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下载我哋足电新闻嘅客户端，听晚再见，拜拜。